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啊，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呢，咱们会讲三块知识点啊，包括测生男女啊，其实是就是也是测这个生育啊。第二个呢是学业啊，第三个呢是官运，这三个咱一块讲。注意啊，今天咱们讲的这三块啊，以时局为主哈，时局。啊，终身局呢也可以参考看，但是我们通常测这三块的时候，时局用的多啊。好了，那我们进入到正题了啊。首先，测生男生女啊，那会有人问啊，问怀孕了啊，你这个男孩啊，女孩啊，其实是可以去预测的啊。这个测的时候呢，有个前提条件啊，最好是母亲问啊。最好是母亲问，当然你说他父亲问行吗？也行啊，特别是一个什么前提条件呢？就是怀了啊，这个准确率更高啊。当然你说通过渠门，就是我就应该是就怀孕了吧？没怀孕之前啊，结婚了，你说我就以后是男孩是女孩？那也可以测哈，那。我们测生男女的时候啊，四个步骤啊，其实比较简单啊。你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选用神啊，咋选呢？面测日干为用神，非面测啊，或者是比如说老公来的啊，就看我是生男还是生女孩啊，或者是他父母来的，哎呀，我这个儿子生个男孩生个女孩啊，这个就要取月干啊，就是面测日干，非面测月干。那当然，这个干支转换啊，以当事人问话啊和预测师他的男女啊去做转换啊，这一块就比较熟了，咱们讲过好多次了。那第二个呢，首先啊，就是男啊是女啊，我们先看时干落宫啊，时干就是我们测的是个时局对吧？那时干落宫，你看他有没有丁和癸。哎，这个丁呢会代表着男孩，癸呢会代表女孩啊，所以你就直接看时盘，就时干的这个落宫就行了。那如果见着癸，那就是女孩啊；见丁呢就是男孩。那又出现丁，又出现癸，你比如说出现了个丁加癸啊，以谁为准呢？以地盘干为准啊。为啥以地盘干为准啊？啊，阴大于阳是吧？因为它代表阳啊，它代表阴啊，就这意思啊。如果他测局的时候，你时干啊，也没丁也没癸，那咋办呢？啊，就看时干那个干支与用神，这个用神是指就是你面测就是日干啊，非面测就是月干啊，就看他们俩的阴阳关系，比如。比如啥呢？比如日干是丙吧，啊，然后呢，这个时干宫呢又没有丁，又没有癸，哎，出来个啥呢？出来个人，哎，当事人那又是男的啊，这前提条件啊，当事人又男的，那他就是什么？那就男孩了啊，男孩。那如果啊，也是丙啊，也是丙。那求测人是女人，那就丙是女的呗，啊，那和丙同姓的那就是女孩，啊，这个逻辑关系大家能捋清楚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去选用神的时候，面测非面测那个逻辑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啊，就是根据他这个符号的阴阳和当事人的阴阳。啊，去测试生男生女。那在预测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用神落宫啊，注意这里的用神落宫是指什么？是两块啊，两块，这两个啊，第一个是谁呢？我换个颜色。这里的用神落宫是指两个啊，第一个是谁呢？就是要么日干，要么月干，也就是当事人哈，当事人的落宫。
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孩子的罗功。那因为这个孩子的罗功有可能是实干，是吧？能理解哈？能理解啊？一会儿我们举个例子吧啊，举个例子。那如果这个用神落宫啊，这个丁癸入木啊，会显示什么？就是难产啊，难产。你就想吧，这孩子掉坑里了啊，出不来嘛，就是难产的意思啊。那空亡呢，就可能流产了，你就没有了啊，你空了嘛。那畸形门破，生下来的孩子可能就身体不太好啊，有毛病啊。那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那这是咱们说这个四个步骤啊，然后呢，咱们结合案例去看啊，这是一个人的终身盘啊，咱见人的这个盘用用啊。那假如这是个时局，人家来问了啊，假如吧，假如是这个面测啊，前提条件的面测啊，前提条件面测。当事人呢是个男的啊，这是前提条件啊，面测啊，男士哈。那我们看了壬水落宫，就是当事人落宫呗，哎，落这儿了，那就是这就是当事人呗。那这时候看啊，实干落宫，哎，癸落哪儿了？癸，哎呦，落这儿了，对吧？那看看有没有癸啊？有是吧？有丁吗？啊，没丁。哎，所以你就直接可以测了啊，测什么呢？啊，就是女孩。啊，对，是女孩啊，因为癸是女孩是吧？就可以测了。那假如因为这个比较特殊啊。刚好这个鬼落这儿了啊，那假如呢？假如，看看啊，假如落这儿了，有实干落这，这个实干宫落这儿了，那就是男孩了，啊，这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啊。那如果实干落这儿了，那是不行，实干落这儿也有鬼，落哪儿呢？落哪儿呢？我看看啊，那只能落这儿了。比如说实干落这儿了啊，落这儿了啊，也没有鬼。啊，也没有丁，哎呀，结果还同工了，换一个工，看看换谁呀、啊？还不好换呢，啊，这个，换他吧，比如他是实干啊，还是面测啊，面测当事人是男的啊，当事人是男的呗，对吧？那好了。如果这是实干，我说假如啊，咱举例子，假如这是实干是吧？我们看看，哎，这个己和这个壬什么关系呢？己壬是男士啊，壬是男士，那个己就是女士呗，那还是女孩啊，能理解哈？就是我们用通过这种方式来测生男生女，但是如果啊，我们正常来看，如果你看他实干是鬼在这儿是吧？啊，如果这是个时局的话，当事人问生男生女，这就麻烦了啊，这就有什么有流产的信息了啊，流产的信息，因为啥空亡了，而且你说他临马星，你要把马星翻译出来，而且这个可能怀孕不久就流了，很快对吧？就刚怀就没了，那这些细节啊，你要通过这些符号给它断出来了。而且有可能是啥？你看啊，癸畸形了，我想癸甲寅癸寅癸寅，癸，那你癸水畸形啊，就有可能就是这个胎盘里面，这个我不大懂这个医学这一块啊，就有可能就是反正跟这个液体有关的啊，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卵细胞的问题啊，卵细胞啊，好像。因为这就能堵嘛，啊堵了嘛，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啊，反正就本身它也有问题啊，可能刚怀的时候哎就检查就好像打针了吃药了或者怎么样的哎就流了啊，这第一个啊，
就是你如果有人会问的啊，你如果是第一个确实留了，那第二个怎么办呢？翻工啊，第二个翻工就翻这儿来了，记得翻工吧，就地盘杆到天盘杆，你就看下一个啊，你这样看，啊，第二个也挺麻烦是吧？再翻一下看，再翻到这儿来，哎，所以这个时局如果要是测这个生男女生育的问题，就不太理想，他就前两个就容易不好，第一个就可能留了，第二个就什么呢？这身体容易不太好。那第三个时候呢？难产，剖腹产啊，剖腹产太太了。为啥？刀刀上节课讲了啊，心、丁、开门都为手术刀嘛。然后已入目了，那入目代表这个难产嘛。所以你要他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剖腹产剖出来了，能清楚吧？我拿这个做案例啊，就是咱们测男女的时候就这个思路，没问题吧？有问题说啊，来继续，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二我们这个孩子出生了啊，就开始上学了啊，就测学业了。这个学业呢，用中人盘看也行。但是吧，你中人盘看意义不大，你看了之后你咋弄啊？你就改调中人局呗，对吧？所以我们往往这个时局，因为你但凡问到学业了，它肯定是有指的。你比如说就是中考啊、高考啊，哎，它往往是有一个节点他在问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通常看这个测学业的时候就用时局测啊。第一步还是编辑问话，选用神啊，面测日干，非面测月干啊，规则一样啊。这晚辈实干，这个晚辈实干什么意思啊？注意啊，这就是我强调一下啊。你比如说啊，我们是自己测啊，自己给自己孩子测啊，自己给自己孩子测。让自己给自己孩子测，那我们当事人就比如咱自己测啊，咱自己学七门了，自己测，那咱自己就是日干了，对吧？日干是咱们自己，那实干就是孩子了，明白吧？能清楚这个意思哈？那比如你找我预测。啊，不管面测非面测了啊，反正就是你找我预测，测你孩子的学业，那也是看实干，能清楚哈？所以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呢，首先要分清六亲关系，就是你测的这个人啊，跟你是不是六亲关系？如果是六亲关系，你就先从四柱上找，啊，测婚姻的话，你就直接看你自己的合干。测别人的事儿的时候，你才用这个面测、非面测这套规则，能清楚这个意思吧？啊，因为咱有同学问过这个问题啊，一块儿说一下这里。第二步呢，我们要看这个用神落功啊，临什么符号啊？有这么几个符号特别重要啊，比如啊，当事人人家长大了啊，人家准备考大学了啊，人家也有自主能力了，人家来问了啊，你看我这个学业怎么样啊？那我们直接找日干对吧？那日干的落宫我们看有没有这么几个符号，第一个直符，那直符呢，高大的名贵的是吧？啊，代表这个人聪明，有学习能力，你看他有没有直符？第二个呢，你看有没有乙？啊，乙代表艺术嘛，啊，也代表着这个文采啊。再有就是天府星和杜门，啊，天府星、杜门都落巽宫啊，包括乙木啊，也是这个巽宫的意思啊。记得咱给大家讲过这个巽宫这个文昌，就文昌的那个含义吧？啊，因为巽宫主文昌哈，你看这仨符号全是巽宫的意思。
啊，再加个支付。所以你看它的用神落功里面啊，临不临这几个符号？啊，支符啊，乙呀，啊，天府星啊，哎，杜门啊，看看有没有。如果有啊，同时呢又没有四害，说明这个人学习好啊，就是从能力层面上来看，哎，这个人学习能力好。如果不灵呢，那两种情况了。那如果没有这些符号啊，他的也没四害啊，一般。啊，那如果没这个符号啊，又加上门破忌星入木空亡，那就学渣级的了啊。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临这些符号啊，但是有四害啊，说明是有潜质的，只不过呢，有可能是发挥不好。你比如说杜门门破，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个做事情不够专注呗，不够认真呗。啊，包括乙入木，啊，就是做事情有点被动，啊，做事情这个学习这个劲头不足，啊，反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然后第三步啊，看一下丁和壬的落宫和用神宫的关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丁呢会代表文科，壬呢代表理科，啊，就你看这两个宫啊，就丁的落宫。人的落宫和当事人的这个落宫是什么关系啊？是生啊克呀啊，能量强不强啊？哎，是这样一个关系啊。第四个是借由这个奇门局可以助学业啊。所以这个哎，刚才还有同学问呢，就是这个孩子学习不好怎么办啊？完整流程是这样的啊，先调中人局，把中人局调了，就能量就平衡了呗。那在文昌局的前提下，在中身局的前提下，你给他布个文昌局，基本上就够用了啊，就够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咱给他起了个时局啊，你发现这个时局还能用一用，你就可以通过时局去布局了。啊，一会儿我讲这个时局布局怎么布啊，你这牵扯到拆补遗了啊，后面我会讲这个拆补遗的问题。那这个。这是一种情况，这是最完美的情况啊，就是完美答案啊。但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临门临时抱佛脚，你没办法啊。你后天考试，今天问，那你看看我这学业怎么样？完了，你没法弄了就。那中正局你来不及布，文昌局你没法弄，你可以就用这个啊，就用时局移的方式啊，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最大程度吧，最大程度上的帮扶一把，能帮到什么程度帮什么程度。你最好就是你就之前提前个3年5年，你先把这个局弄好啊，那就相当于这3年5年一直在学习呗，好好学习打基础啊，临门一脚去考试啊，这个意思啊。那这里呢就是牵扯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讲讲这一块啊，讲讲这一块，这块是啥啊？就是有个时局出来，咱们看这个时局能不能用。能用的话，就可以用移的方式助学业啊。什么情况下能用呢？就是这个当时的用神的落宫很好，但是呢，没有这几个符号啊，支符啊、乙啊、杜门啊，这个天府星啊，没有，怎么办呢？我们移过去啊。具体操作我给大家演示一遍啊，具体演示一遍操作方法啊。啊，还是以它为例啊。假如这是个时局啊，这么说吧，咱从头捋啊，从第一步开始啊。假使当事人是个男士啊，来问了，你看我这学业怎么样啊？先找用神落宫，认，对吧？那看找呗，有支符吗？没有。乙呢？没有。天府星没有，杜门没有，那第一个结论就出来了啊，你这个学习一般呀，就一般般，学习成绩一般般啊。但是呢，你看人家没四害，对吧？没四害说明什么？有潜力是吧？你其实挺有潜力的，你学你就努努力啊，就成绩还能上去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丁和壬水的落宫啊，丁的落宫在这儿啊，丁在这儿，壬水呢？壬水啊，同宫了啊，壬水同宫了。哎，你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丁代表文科，哎，文科没有四害生住他，就是文科喜欢他呗。那所以代表着文科成绩应该是不错。那这里有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啊，对，丁代表文科啊，刚刚是不是口误说成人了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壬水和当事人同宫了，那这个地方需不需要翻宫的问题？翻宫或转宫啊，需要吗？那其实不用啊。就是他俩同宫也是一个含义，代表比合的关系。那所以你看他文科理科，他都能 hold 得住，啊，都能搞定啊。所以回来了啊，所以他这个局就可以用移的方式啊，用时局移的方式。有这么几个前提啊，前提是什么呢？一，人家本宫没四害，能量足，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要找啊，找谁呢？找直符。我看啊，直符在这儿。第二个是乙在这儿，是吧？乙啊，换个笔颜色啊。乙在这儿啊，直符在这儿哈、啊。天府星呢？天府星在这儿哈、啊。杜门。在这儿，对吧？你要找这四个宫啊，就这四个符号的落宫啊。哎，你发现这个宫不能用，为啥呢？空亡忌刑了，对吧？这个宫呢也不能用，为啥呢？吉也忌刑了。这个宫还没法用，为什么？已入墓了。哎，直符宫是可以用的，为什么？没有四害能量强。那这是第二个条件了啊。就第一个条件是自己没四害，第二个条件是临的这几个直符啊、乙呀、天府星、杜门啊，哎，没有四害，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你要看这里面的符号啊，你要看里面符号，就这里的符号，把它如果移到这个宫来的话，会不会出现新的门破忌刑入木空亡？那空亡应该不会啊，什么意思呢？比如哈。我想想啊，修生上啊，比如说吧，比如说他这是伤门哈，这里不是修门了，是伤门了啊，比如是伤门了，你如果移到这儿来，啊，注意啊，你坎宫如果这个地方是伤门，不是修门，你把它移到这个艮宫来的话，那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伤门。门破，所以你就不能移啊，能明白这意思吧？所以三大前提，第一个自己无四害，第二个你移的那个宫无四害，第三个你自己。移过去，不产生四害，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你这个局就可以布了。那具体怎么布呢？就这样布。首先呢，你要从你们家里面的坎宫的位置找谁呢？找壬水。你就想吧，人代表什么？啊，就是代表水，代表水晶，啊，代表这个流动性的东西，代表鱼缸，对吧？啊，反正跟人相关的这些东西。你那边有断断续续吗？来回馈一下，就是听着会断断续续吗？是我网络问题，还是你们网络的问题？
好，那我继续了啊，继续了啊。好嘞，那咱继续啊。那我们继续看啊，壬水，然后就各种形容呗啊，这个丙啊，丙代表什么？比如叫苹果啊，镜子啊，哎，其实它俩合起来挺像镜子的啊，因为这个壬水它有这个，这镜子也有这光滑的这个意思啊。天柱星，修门啊，柱有可能是什么？这个柱状的啊，柱状的修，闲置的，对吧？闲置不用的，天九天啊，要么就是很明显这个东西啊，要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挂在墙上的，对吧？挂墙上的，你就拼呗。丙有可能是个圆的啊。有柱状的意思，金属的意思，因为这个柱代表着这个形状代表柱，它是五行为金嘛，闲置不用的，有挂墙上的，啥的这个，有可能是个山水画啊，就有可能是山水画，啊，还有可能什么就是挂在墙上的一个镜子，对吧？闲置不用的，还有个物呢。就是啊，物那肯定是挂墙上的一个东西，因为物代表墙嘛。九天是天上，就有可能是挂在墙上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你要找这么个东西，找这个东西啊。找完这个东西之后，把它放哪儿啊？啊，其实这就牵扯到这个拆不移了啊。哎呀，详细跟你讲的。是这样的，你找到这个东西之后啊，你需要择一个时间。那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择这个落宫的时间，就咱比如说咱放它吧，咱不要放艮宫吧？那艮宫代表的时间，那要么就是丑时，要么就寅时呗，对吧？那就要么丑时，要么寅时。你找到这个东西。然后第一步啊，第一步你要先走到中宫，走到中宫啊，然后从中宫待一会儿，啊，就转一下能量啊，从中宫待一会儿，然后再进艮宫。啊，你如果按照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道法的要求啊，你要从中宫念咒啥的啊，念咒这个有条件的话烧烧符啊，念念弄完了，哎，往里面走。但是对于咱大部分人来说吧，他没这个条件啊，没法念咒，没法弄符了，怎么办呢？你就把它从这待会儿，你就从中宫待会儿啊。原因是啥呢？就是把这个能量哎吸到中宫来，因为中宫为整个盘的中心点啊，在。寅时或者是丑时，哎，放这儿，那这就叫什么？就叫移形换斗，能清晰吧？就用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升一下他的怎么说考运，这是一个什么呢？应急的方法啊，实在来不及布了，来不及调中心局了，来不及弄文昌局了，你就先用这个办法。懂了吧？会了吧？啊，你多听几遍就会了啊。但还有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你得没事儿；第二呢，你落那个宫得没事儿。啊，第三，你过去之后不会给人带来新的事儿才能干。啊，否则的话，这个事儿还没法弄啊，没法弄。好了，学业讲这儿啊。讲完学业，我们继续往下看。讲官运啊，官运呢也是第一步啊，都一样啊。第一步就先要找到用神啊，用神就是面测、飞面测，你这到底是月干啊，你还是日干呀？啊，你通过月干和日干来确定当事人的用神，确定了用神之后啊，我们还要确定谁呢？还要确定年干。年干，
因为年干为领导啊，这就是官运体系了啊。你求官的时候，那你得看看领导，哎，和当事人什么关系是吧？月干呢为竞争对手，同时啊，也为什么呢？也为同事，他是一个兼了2职哈，啊，他代表同事。那如果用这个当事人是这个月干的话，那日干，那就时干为平台，日干就为竞争对手了啊，他俩换过来了啊。这里这个时干哈，你看他什么官了？你再看他什么官了？你比如说他的时干，他就是一个叫什么小官吧，啊，有点职权的人吧。这个时干就是平台了啊。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大的官，这时干往往代表着百姓啊，就是人民啊，代表人民。所以你还得看他是什么层级的官啊。来，我们继续看啊。当我们选完了用神之后啊，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个用神落宫的能量了。啊，这个能量啊，注意啊，之前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四害吧？哎，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呢？除了四害以外，我们要看12长生，还要看四罡，就在这都用上了啊，都用上了。啊，分析一下这个人他的能量的大小啊，就是说这个人他是能当大官呢，还是废半天劲啊，就一个小官，没有四害，哎，问题不大，哎，能当官啊，能当官。那如果临12长生啊，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帝王衰病死木绝太阳啊，如果临长生，哎，就代表了这个还要升啊，这个官还得升啊，这沐浴就犯桃花了。那灵官地旺，哎，说明这个人这个还是很有前途的啊，就看他的旺衰啊。然后要看四罡，这个四罡大家注意啊，这个四罡更多的强调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强调的这个四罡宫对他的辅助关系，比如说。这个领导啊，竞争对手啊，还有这个平台啊，或者人民，哎，对他的一种状态是升他呀，克他呀，还是他升别人呀，他克别人呀？啊，这个四纲更多的是这一块啊，能清楚啊，更多的是这一块看的啊。这个然后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啊，就是分析什么呢？分析他这个。这个也是分析他这个官儿啊，能走多久？这个在咱们测官的这个体系里面，有这么几个特别重要的符号啊。第一个呢就是知府啊，第二个呢是九天。哎，知府不用说了，这个本身知府就是官儿，对吧？一个宫里面能量最大的一个符号就知府，那就临知府了，说明哎这个官儿小不了啊。对吧？那临九天，九天天上嘛，高高在上的意思啊，所以也为官儿啊。第三个是太阴啊，因为太阴啊有一个含义叫阴阳阴啊，会代表着这个长阴，也代表官的意思啊。还有就是白虎啊，这个白虎和庚一块儿说啊，这个白虎和庚啊，庚它更多的是代表这种武将类的啊。武将，什么叫武将？用现在的话说，就比如说警察，对吧？这个，部队里面的，啊，就是武职啊，武职哈、啊，就是白虎和庚啊，更多代表武职啊。那丙啊，丙代表权力啊，有权柄嘛。权柄啊，杜门啊，杜门也代表着这个高能量的意思啊，
高能力的意思啊。所以你测的这个人，他如果零了这些的话，哎，那说明这个是有当官的潜质的啊。能量越高，你这个官越大啊。具体就看这个四害了啊，四害长，四害十二长生和四刚。那你分析完他个人之后，你看这两步都是分的是个体，对吧？就分析他个人嘛。那分析完之后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这个用神，他年月日时的关系啊。当然了，这个如果他是面测他是日干，就看年月时；那如果他是非面测，他是月干，就看年日时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来看啊，这里面会有这么几个关系啊。这个如果啊用神落宫，比如说是日干吧，啊日干用神落宫和年干，因为年干代表领导吧，啊年干代表领导，哎如果他俩是生合的关系，那不管谁生谁，他生他，他生他，或者是比合，啊就生合关系，代表什么？好，如果有共同符号啊，知道什么是共同符号啊？如果有共同符号更好，代表什么呢？代表哎，人家上面有人啊，人家和领导通气了啊，相互是扶持的关系，哎，代表他未来这个升官的可能性就很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啊，当事人是日干哈，那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呢？那就是月干了。月干为竞争对手，那你要看他们的关系了。那比合、生辅还是相克？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之前我们讲过什么呢？叫日月同辉，有印象吗？日月同辉。啊，你不用想把别人搞死啊，就你觉得这个对方的攻的能量弱啊，好像干不掉你啊，那不一定是好事儿。那这句话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就是你最好啊，比如你是日干，他是月干，你让月干也别有太大的问题啊。所谓太大问题就是四害的啊。那这里面刚才咱说了，这个月干就是如果当事人是日干。那月干还代表同事啊，如果能够帮扶你的话，那相当于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也是有助于你的哈。同时啊，这个月干啊，有的时候呢还会代表着就分管领导啊，小领导啊。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含义啊，这是月干。我们看啊，如果当事人是日干，还是以他为案例啊，当事人是日干，那实干，刚才咱说了啊，就代表着平台下属啊，代表着人民群众，相生比合，哎，代表。群众基础好，哎，容易被提拔啊，能清楚他们的关系了哈。啊，如果有共同符号，那代表着这个，下情上达啊，和百姓们走得比较近啊，和下属走得比较近啊，就到时候你要翻译出这个含义来啊。那这有人测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他是有指向性的，人家就问你说我这下一步能不能升啊？啊，或者说有人就问我这个官还能当多长时间呀、啊？有没有被罢免的这种情况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测新闻局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了。我们看什么呢？你像这个官，他不管是升官还是被罢官，他肯定要有动向，对吧？那在咱们这个奇门预测里面，我们之前总结过啊，马星肯定是动向，对吧？九天也是。啊，包括人癸水，
啊，其实不光不这几个，还有一个，比如填充星，对吧？填充星也是。还有什么？新，新主变革。啊，这几个符号其实都算哈。那比较典型的是这几个啊，马星啊、九天啊、天任啊、鬼啊、刃啊、鬼。但是我们看的时候，这几个我们都看啊，这个都看啊。如果临这些符号了，能量高啊，而且有四罡宫的相助，四罡宫刚才分析了啊，领导啊和平级啊，或者是这个小领导吧，以及下属是生助我们的，还是消耗我们的、克我们的？我们综合判断啊，首先自己能量高，其次呢，又临了这些动向，第三呢，团结一些可以团结的力量，啊，帮你的多，那你这官就升上去了。那如果也临这些星了啊，还临这些星啊，临这些东西，能量低的，那这个四害，这个四害有四害，然后有这个四罡宫又克你的多啊，特别是年干啊，年干这个领导哈。就不让你上去，就不让你上去，不但不让你上去，还克你呢，那就有可能就官了啊。这里注意一个特殊情况，反阴局，反阴局啊，往往会代表降职，那就反反复复嘛。啊，能量低加反阴局，那就基本上就是降官的信息了啊，被罢官了，而且吧，这个罢一次完事不了，那反反复复折腾。找人都不好找，你找人想上去又回来了，找人上去又回来了，啊，这种情况哈。来，我们走一遍案例啊，就是拿咱同学的案例就当这个实局用啊。来吧，看吧。假如当事人来测官啊，测官了，测官，这是。还是当男士吧，啊，咱还把当男士啊，男士来测官，日干面测啊，日干壬水落哪了？落这儿了，落坎宫，落坎宫，哎，临九天了是吧？哎，临九天，哎，其实你看这个休门啊，也代表着这个公职人员啊。之前咱们讲休门的时候讲过啊，代表公职人员，壬九天没有四害，对吧？就说明个人能量比较旺。来看看十二长生啊，长生沐浴，我看看申子辰，申子辰。长生、沐浴、官带、临官、地旺，地旺位，就能量很强了，是吧？所以如果这个人面测要这个测官的话，你就可以说有升职空间，对吧？有升职的空间呀，而且地旺位啊，一升这官小不了嘞。然后就这么看哈，然后我们再兼看一下，看什么呢？看和这个四罡宫的关系。我换个笔啊，换个笔，看四罡宫的关系。年干丁，丁的落宫，这是对宫是吧？对宫，这是坎宫，关系就是对生坎，相生的关系。生合是不是？而且他们有个共同的符号，说明他和领导之间通过气儿了啊。逢年过节经常送礼，对吧？而且就连接符号是丙啊，就有可能有些权力的交流，因为丙代表权力嘛，对吧？有一些权力上的一些输送。是吧？权力输送啊，因为他的饼给他嘛，
他的饼给他，就权力输送的意思。哎，那就更加分了，是吧？哎，又加分了啊，又加分了，又加了个分。再看和月干的关系，月干到这儿啊，月干能量比较弱，是吧？这个你加不了分了，这个就。哎，时干还是癸水，时干还是癸水。注意，这里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刚好有同学问到这个知识点了，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刚才我们把这个癸水当成了叫什么？这个叫对手也行啊，或者叫同事也行。那这个时干也是癸水，怎么办？怎么办？注意啊，注意，在同系统中，什么叫同系统？比如说你测婚姻，两个符号落同宫了；你测事业，两个符号落同宫了；你测健康，两个符号落同宫了；你测官运，两个符号落同宫了。这叫在同一个系统里啊！你别，我测婚姻啊，鬼落这儿了。啊，这我又测这个测钱，鬼也落这儿了，那两回事啊，跟他就没关系了啊，因为不是一个系统的，懂吧？在同系统里面，你看刚才都是在测这个官运，对吧？说明都在一个系统里，是吧？这个时候，他的月干和时干是同一个符号，怎么办呢？我们叫转宫看。面测深挖，非面测漂移。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哎，那为什么是实干去深挖，而不是这个月干去深挖呢？为什么？啊，为什么？原因是啊，我们定了一条规则，这个规则叫做先到先得，就是先把它当成月干了，那月干就占上这个位了，再有同符号的，哎，我们就转攻。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阴盘奇门叫千古无同局呢？你看我的思路是啊，我的思路是，哎，我先看年干，再看月干，后看时干，对吧？这是我思路吧？那如果是别的预测师，六连个预测师啊，哎，不，人家先看时干，再看月干，最后看年干，有没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是吧？那第一个占位的就有可能是时干，那这就代表了群众了。这里代表群众，然后再深挖的那个宫才代表着他的竞争对手，所以结论就有可能不一样了哈。啊，能明白吧？这里稍微有点绕啊，你多听几遍能绕回来啊。好了，说到这儿该深挖了是吧？那我们看吧，前一对二，哎。哎，这个有意思了，这个有意思了啊！我们知道这是年干啊，代表领导。哎，刚才已经用了啊，这代表领导，对吧？那这里呢，它月干代表着对手。好了，我们现在看看什么呢？看这个时干是癸，代表着下属。啊，代表着看有没有群众基础，也落在这个巽宫了。一看，哦，这个被人占了，这符号被人占了，怎么办呢？深挖。前一对二，那他应该飘，应该这个深挖到哪儿啊？他应该深挖到对宫，对吧？结果呢，
对宫也被人占了，那怎么办啊？接着什么？迁一对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哎，到这儿了，又深挖了一次。他发现不对呀，这我在这儿啊，就当事人在这儿啊，那怎么办呢？再挖，迁一对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坤八，到这儿了。啊，来看这个轨迹啊，先从这儿同宫了，然后跑这儿来又同宫，又朝这儿又同宫，最终落这儿来了。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坤宫啊，就代表他了啊，就代表当事人这个群众基础了。跳了三次啊，跳了三次。那。他跳这三次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虽然最终他落在坤宫了，但是你要每一步要翻译出来啊。他跳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你也要翻译出来啊。那你可以怎么理解的啊？就是他对于下属或者对于人民群众的一个态度，其实是在变化中的。第一次他落这儿了，对吧？再换个笔。第一次他落这儿了，第一次落这儿了啊，那落这儿的时候，他什么关系啊？当事人和他什么关系啊？是生的关系对吧？生就是他 A，刚开始他对于他的下属、他的人民群众啊，就是很关心啊，很热爱。但是有个问题，空网了啊，还是鬼使神差畸形，就别人不认账、不买账啊。所以呢，哎，开始有转变了，开始有转变了啊！我不管你了，哎，反过来这人民群众开始对他好了，因为第二步到这儿了是吧？那第三步，哎，就站在群众一边了，或者站在下属一边了啊！啊，到后来成到这儿了，就是他走一个走势，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走势是这么过来的。到这儿什么情况了？哎，和下属关系不好啊，能清楚啊？虽然最终就是确定了他在坤宫啊，就是克他的意思，克他的关系，而且带着畸形来克他，关系不好。但是你一二三跳了三步，那说明这是过程是有变化的，就他跟下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有变化的。那即便是相克了，但是这个人最终还是升官了，对吧？能量强，没四害，又领9天。关键是领导说了算，他和人家大领导关系好，是吧？所以这个也是升官啊，你不能说100%了，还90%在升官啊。那对于咱们预测来说就够了，就直接给人家看看能升。好了，这个分析完了啊，这个能清楚啊，没有有问题有问题问啊，没问题咱就直接往下讲。好了，讲讲今天案例，这是咱同学的女儿啊，人家想重点看看婚姻，就看婚姻呗。注意了啊，这是终身局啊，终身局，前提当事人是女士，又是终身局。那终身局里面，我们看婚姻啊，测婚姻啊，那我们就要用婚姻系统了，婚姻体系了。先找当事人落宫，壬水啊，就落这儿啊。但是壬水落在了坎宫，自己又是自己又是壬水啊，连那个休门啊，那就第一个信息就出来了，这个女孩很聪明啊，壬水代表动。啊，水的含义，所以这个姑娘啊挺闲不住的。临9天，9天代表天马行空啊，想事情天马行空的想，思维很活跃，而且呢，这有的时候吧，他想的这个场面会很宏大了哈。啊，因为这个神代表这个思想境界，
想的场面特别宏大啊，未来他的夫君一定会这么脚踏七彩祥云啊，就这种意思啊，这种感觉。这个地盘杆是个丙啊，对人还挺热情的，是个挺热情的人啊，当然也代表哎有这个小脾气小火啊，也不小啊，这个脾气啊不小啊。天柱星代表这个独当一面啊，有能力啊。当然，天柱星会代表，一方面他很有开创能力，同时他还拥有破坏能力。啊，灵修们，休闲娱乐啊，反正也没少了玩。丙干是戊啊，人家不差钱呀，人家物质基础还是可以的啊，起码有房。也就是说，这父母应该准备好房了哈。哎。这里有个信息，你看他这个终身盘哈，他是一个福音，门福音哈，门福音，门福音。之前我们讲过啊，门星福音啊，门福音、星福音、门星福音，都有区别的啊。门福音往往代表什么呢？就外在表现和呈现是不动的啊，内在是动的。那结合当事人的信息来看，啊，就因为灵修门了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这个懒啊，就看上去这个人有点懒，啊，这活不愿干，那活不愿干，有那功夫就想东想想东想西，脑子活跃，脑子闲不住，啊，这是表面上来看，哎，你看又浮淫，不太动弹，但是人家实际上。早就谋划好了，那接下来干啥？怎么干？是这样一种特质。休门代表休息，这俩呢，啊，就代表动是吧？这就一对矛盾体了吧？本身这个福音局是不动啊，但是里面呢又动了，这又是一对矛盾体啊。所以说啊，他给别人的呈现往往是呈现矛盾啊。就是你看人家这个表面上看人家又玩儿又娱乐，然后就整天有点怎么讲呢，不务正业似的。但人家心里门儿清，以后想干嘛人家可清楚了，你归路该怎么走啊，可通透了。那这样一种特质的人啊，这是分析他啊，分析他完之后呢，我们来分析什么呢？分析他的另一半，丁壬合，所以他如果是壬水的话，另一半就是丁喽。对吧？丁壬合吧，哎，这就是他的伴侣，跟他关系好不好啊？哎，好着呢。为什么？生他呗，疼他呗，喜欢他呗，啊，有好东西都给他呗，对吧？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好的信息啊，是生他的。第二个，哎，有共同符号，对吧？有共同符号，热情似火。啊，这个地方你就不能讲这个有权利输送了啊，这个时候就是哎，过两天不是过平安叫什么平安夜是吧？圣诞节平安夜，那、哎、也有可能他就给他送苹果了，你饼得有苹果呀，对不对？啊，你就看到时候他给会不会给他送苹果啊？就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啊？那、哎、过两天有可能就送苹果了啊。哎，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对不对？啊，而且这容易给他甜言蜜语啊，啊，人家女生还吃这一套。好了，继续看啊，那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特质的人了？你就分析一下呗。丁，啊，代表细心。第一个是细心，第二什么呢？由于太有点太过于注重细节了。下面有人丁人，哟，你看就正好有他呗，这不就是那两个共同符号呀，是吧？我刚才都没看到那两个共同符号，那他俩关系更紧密了，就是啊，而且这个他们俩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还没结婚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啊，和丁人和。丁壬合，但丁壬合其实它还有个信息啊，
就是有可能有一段婚姻了，啊，就是肯定不是第一次啊，不是第一次。这个，哎呀，你这个是不是就不好说了？你这个第一次你怎么理解？你是领结婚证呢，还是发生两性关系呢？这不好说，但是肯定不是第一个，能理解我意思吧？那会出现这样一个信息啊。天鹰星长得挺帅，哎呦，玄武哟，有时候说话也是迷糊。玄武代表不明不清啊，丁代表细长的，哎，个子应该挺高。丁人又被克了，我看看啊，丁人合住了，合住了，不明。反正个子不矮啊，你也不能说很高啊，因为丁呢代表细长，但是壬水稍微克一下吧，就没这么细长了。嗯，但是长得会很帅啊，天鹰星嘛，鹰代表漂亮，天鹰星，嗯，荆门啊，能说会道，坐了丙火，嗯，也代表漂亮。所以这个人吧，这么几个特质啊，第一呢，这个长得挺帅啊，注重细节，嗯，有的时候吧，这个未来的方向不是太明确啊，但是呢，也是不断的去激励自己啊，寻找未来的这人生途径。长得帅，说话好听，嗯，但是不太稳定。这个不稳定呢，你怎么理解啊？就是这个，你可以从心态上讲，就是这个人不是太成熟啊。因为这个天鹰星的人吧，你不管到什么时候吧，他总是爱炫耀啊，事儿还没做呢，这个话先说出去了，又加上个荆门，你会觉得不是太稳重的感觉。又临了个壬水，又是个玄武，所以有的时候吧，他呢，嗯，就是只还是不稳定啊。你不管是从心态上还是从行为上，就给人感觉这个不是特别稳重的感觉。嗯，反正就这么个特质啊。那在一起好不好呢？那你就刚才说了很好啊，那共同符号两个共同符号，而且，对吧？当然了，咱说这个情人系统里面，丙代表情人啊，所以这也就是隐患了啊。又因为当事人呢，她是女的，你看这就是丙，哎呀，所以他有可能出现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哎，就是这个人啊。这个女孩啊，可能和丙之前谈过，或者有一段情愫。结果这个丙呢，有个好朋友是丁。哎，后来他俩好了，因为他俩都有个丙，他有个丙，他有个丙，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个人他俩都认识。能明白这个逻辑关系吧？啊，就是一开始他俩哎关系挺好，有点小暧昧。啊，有点这个感情的纠葛，那他呢，和他爸还认识，所以呢，他俩后来在一块儿，这么个关系啊，嗯，这是婚前，那婚前就属于比较好的现象了，就怕什么呢？就怕婚后你要再出这种事儿就。然后他这边做个饼，他那边来个饼，反正这就算隐患吧，啊，算是一个婚姻的隐患。但是呢，你看啊，人六合宫特别好呀，没四害，戊加丁，啊，青龙要命，对吧？戊丁，这是个好信息啊，好信息。天冲星临景门，嗯，这日子蒸蒸日上往上过啊。也挺好的信息啊，挺好的信息。嗯，姐姐分析到这儿基本上就可以了啊。这个婚姻是算比较好的了，唯一就是这儿不太好。
因为离马星了，因为这代表两性生活喽，对吧？那离马星，对，经常有可能有一个人，那双方里面有一个经常外出啊，两人不在一起啊，这就是不太和谐这个。其他的都还好哈，主要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啊，你看这俩都没四害，又有共同符号啊，六合宫也好啊，六合宫稍微有点克他，所以这个人吧，有可能是什么呢？就结了婚之后吧，有点不太适应婚姻生活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他是六合宫，所以这个男孩吧是很有压力的。结了婚之后，男孩压力大一些，再加上自己又不是很成熟，所以婚后呢就出现这种因为家庭压力责任大啊，这个就往外跑啊，人水啊动往外跑往外动啊，容易着急上火发个脾气啥的，就有可能他就是那个小马星啪往外跑，导致这个两人生活不是太好，但整体上从格局上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咱学新人吧，就是你好的地方、差的地方，你都跟人说出来。行吧，那就看到这儿了啊。好了，那今天课程咱们就进行到这了。